双面煎蛋一定要看完视频哦，稍微加一些清水，拿出阿尼克的每一餐意面，掰一段放入锅内。我煮了两份，汤稍微煮一会儿就变成了奶白色。汤汁快收干的时候加入酱包翻炒，把酱汁进一步收浓。告诉你的对象，吃意面一定要找漂亮的盘子装盘哦，把荷包蛋放在上面，撒上黑胡椒欧芹芝士碎，太有仪式感了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没想到荷包蛋和意大利面这么搭，哇，太好吃了！这就是高品质的荷包蛋。